三二一。现在呢，就让我们来逛一下我们这个南部的跳蚤市场啊。来逛一逛，现在是要怎么办？在最短时间内穿最多的衣服，可以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吗？就是外套啊，吓人，外套也不能脱。这算两件吧？对啊，我这也算两件。哎，天生的优势。小时候我今天穿羽绒服来，你知道吗？羽绒服也算一件啊。那我就说算一件而已。来吧。咱撕的这衣服是谁的？哎，外套。我穿那个。哎，裤子也是。那我要穿你的衣服。这样算吗？别抢啊！这怎么不算呢？不，腰上不行。穿一件我就玩下一个吧。哇，但其实我这个很 fashion 的。对啊。穿最多又有什么奖励吗？丝毫不花。慢慢来。哇，我这有点害怕 OG 那边了哎。这 OG 有吗？用我穿个胖子一样在。还是要注意。你们不穿裤子先穿的吗？就谁看我？看我！哇，你这么厉害！快点！我这有扣啊，我发啊。哇，好热！哇，热死了！Fashion。多。今天我都出汗了。这什么？这是衣服吗？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穿搭。我也是加班裤子。哎呀，规定不允许的。还有。哇！不是人啊！哎，我飞了。还有多少分钟？哇，你们真拼啊！我天啊！我还好吧？哇！这双太可爱了！啊！好可爱呀！小球球！谁又打算我啊？哎呀，怎么还有分我啊？哇！嗯。还好，我这个可以啊。我感觉我没裤子了。哈喽，好，我是人间天生比较自豪。对，我一生这一代我就叫他天生比较自豪。大家可以多向我们用多的学习，因为这种多层叠穿的这种外套，对，就我也学完多少件，反正叠就完事儿好了。就叠中叠，叠中叠，叠中叠。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穿了几件，好吗？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然后八件上衣，裤子呢？裤子是五件，裤子是五件，一件，两件，真的是哇！侧面，来，三八件上衣，我给上衣几件来？八件。几件？啊，三件，十五，三件。我这个，六。我
穿的今年已经很潮流的穿搭叠穿，你们看我叠了几层，然后今年就是露在外面的，像那个那叫什么 OK 哎，方巾，哎，这么一挂，哎，然后我这个就是属于没有脖子的 fashion， 就是让你看着很有视觉经验，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因为是博士，也是一种境界吧，可能站出来的话，我给大家走秀。Yeah, yeah, sure, sure. 走回来。快点，我有点热。这位看起来，这位看起来还挺正常，这么长的胡子，只不过啊，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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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哇，也没叠太多层啊。就是今年这个流行穿搭，就是穿起来看着比较壮一点，然后稍微这个就看起来我壮吗？亮。下一位观众，就是穿的时候裤子要穿两条，这个拉起来就是新的 fashion 好吧？拉不大北数好吧？这是两条裤子，对，这是两条裤子。还挺好的，还挺好的，就有一种练腿的仪式感。会穿，厉害。下一位，来吧，介绍一下重量级嘉宾。当为啥？你摔跤去吧，是吧？我原来一百斤。哦，洗耳恭听。我这游泳圈穿是，因为我叠的位移太多了，所以现在有点像游泳圈，给大家看一看。恭喜大家来个走秀吧，就是很壮的那种。来说壮汉，没有，你这现美吧，这以后就是要走的风格了。别急急啊，这是什么风格？这是叫中年的风格。太可爱了，你说太可爱了。下一位下位比较简单，多了多了。哇，下一位，哇，这个什么排扣裤啊，我这个短裤，我这身其实它说实话还是很 fashion，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叠中叠，我是比较简约吧，我这也虽然说是叠，我可能没他们叠的多，但是我这裤子有讲究了，你看我这穿一件短裤吧，其实并不是，我穿了两件短裤。对，然后呢，是不是我们就连排裤排裤裤穿成还有一条排裤裤排裤裤排裤裤当中还有一条裤，然后这条裤在那儿还有一条裤，它确实是穿成还有一条裤。哇，我想说你们已经秃了，看着其实很少是吧？一件两件三件看起来确实挺少。一件两件两件，我已经赢了，我一共穿了五件，鼓掌。还不错哦，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哎，我的 fashion， 我的 fashion 就是很帅啊，但胜负欲不是很强的 fashion， 走吧。好，来吧。好，那恭喜我们泽宇获胜。哇，泽宇，对，这穿最少的吗？没有。对啊，傻子吗？比谁最少？我还这么拼，你有病啊？第一名是Shuyang，第一名Shuyang15件。别这么黑我当兵了。当亏脱衣服了吧。